三个拢甲迄个江油里吃饼过对不？送革命情感，这样袂当凊彩啦。即马气氛当好呢，你讲讲个是要创啥啦？嗯，那袂讲一啦。我老有讲过呢，嘿哦，你愈想要想撇代志哦，你愈拄会着啦，哦对不？你就要用平常心来看待，一切就顺风顺水，无代志啊，吼、哦。对对对，你有理，你最有理，赞赞赞，嗯，好、哦，你家己嘛讲啊，我讲啥？你讲你最有理。歹势歹势，讲唔对个，歹势。好啦。我用爱家上常讲的一句话来祝贺汉光啦。明仔阁是全新的一天。好，敬全新的一天，全新的一天，好。来。对啦，汉光啊，啊你什么时阵要找算命算命？啊你比十年换一摆命。对嘞对嘞，你是不是这个吴汉光哦？用伤久无去改，所以哦，才有人请你去巡查啦。我怕算要改名啊，嫌过哦，千算万算，唔值得听一话啊。我叫吴重生好啊，啊过去的声音啊，落魄都是人生的上半场。阿小，哎呦，我就是想要知影这间幼儿园到底有偌特别。才当培养出你这个遐尼优秀的人才啊！你讲唔对啊！培养我的人是恁爸，在配合单工，我就配合。那你张云勇喜欢是三百下。哈哈哈！卖讲人闲话，都讲人讲，你嘛是恁哥哥。我无说你讲出实话啊！既然咱拢已经来啊，你著带我去看义长，拍些招呼啊。阿玲是讲过，伊是一个足有爱心、足温暖的人。好啊。小朋友拢足欢喜，应该收到礼物。哎喏，嘛定定你问我讲，阿姐姐姐平时会来？我最近哦，真正想快无闲啊，啊若无，我嘛想要加陪伊耍一圈啊，无闲哦，袂感觉遮尔啊孤单。伫这世间，会当陪你到最后的人，有你家己啊。这种话我袂爱听。我可以陪你啊，你今仔来，你妈是干哪要跟我讨论外人的代志吼？你哪安尼讲啊？你是不是知影？歹势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喂，经理。哦，我这边处理差不多啊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一定有，拍摄哦。我今晚随便逛这个公司，我就会给你点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再见哦，再见。嗯，行。敲门人情世故跨塔头的大哲学家，修博的时阵，你会做什么代志嘞？我修博的时阵，会对家己的养老话讲话。你咧？有话题。嗯，我知影。你的手不再心慌。唔知即几年你过了有好无？身躯边是不是已经有人陪你啊？虽然你可能无需要我的祝福。但我是希望你的黑夜里有星光，希望有一个足好足好的人陪在你的身躯边，你会当过得足幸福、足快乐。